香甜多汁的黄金果枇杷上市了，今年受到气候影响，枇杷产量减少了40%左右，不过品质呢是更加优质。台中市政府和太平区公所以及农会再度联手，从15号到27号举办2016太平枇杷节系列活动，包括了亲子嘉年华、品鉴会以及行销园游会等等，民众除了可以品尝黄金果的美味，也能够游览太平的好山好水。3、2、1，起动！台中市副市长张光尧等人一同的冲破气球，宣告2016太平枇杷节正式起跑。今年市府、太平区公所和农会是再度携手，从15号到27号将举办枇杷节系列活动，要来推广这黄金果。这个就希望这个活动给办了哦，3月20号、3月20号该办了，办了让大家知道，啊，这款是口碑啦，吃物件都安尼，啊，现在网络的。行销那个，你只要你这讲，网络个点嘞，大家口碑就出来，连面都弄弄叫啊。太平枇杷节今年在3月20的时候，就要在我们平林森林公园要举办我们的枇杷亲子嘉年华。那活动里面有很多很适合亲子一起来参与的活动，像写生比赛啦、枇杷艺术教室，还有枇杷的闯关趣味游戏。台中市枇杷的栽培面积有700多公顷，而太平就占了1/3，因此这个枇杷节活动除了是有各产销班的枇杷展售之外，还有精彩表演、枇杷小仙子秀等等，活动内容很丰富。今年哈，因为受到我们这次寒害的关系哦，所以它的年产量哦，可能少了5至6成了哈，啊，所以在这方面哈，啊，可能在市场上的产量哦，可会减少。但是在这农民心情的一个照顾之下，它的品质哈，粒头较细的时阵，感觉看个粒头嘛，袂讲细啊真细哈。但是它的里面的一个口感哈，以它的绵密的口感哈是没有改变的，它甜度也一样没有改变了哈。受到气候影响，今年的枇杷产量减少大约有40%左右，但因为寒冷，反而使得枇杷的品质佳、甜度高，而且口感绵密。不过由于数量有限，所以想要吃的老饕动作要快。转来秋风，台中采访不到。